接下来，因为 YouTube 还要再介绍很多的项目，要让各位知道。例如说，我可能会建议，因为我们要考量到给市民观看的影片，甚至包含字幕这些，我都希望你们学会如何打上去啊。当然啦，要至少这个影片是要有说话，你才能够配字幕嘛。那我们接下来呢，我想先换另外一个主题，就是线上制作影片，免费制作影片的方法。我现在呢要介绍一个我觉得还不错的一个制作影片的网站，叫做 Tizo。这一个网站呢，它可以让我们就是把几张影片放进去之后，它也有可以剪影片的地方，还有就是它可以去加一些声音进去，加一些音乐进去，甚至还可以做字幕。所以，也许您看到这样子一个界面，它是一个英文的，但它有中文的界面。所以，等一下呢，我就会希望说，大概让你们去了解一下，如何透过免费绿色的，就是不用花钱的，然后去做好一个影片。不过在这边还是要跟你们分享一下，它登录的方式，它是用一个，例如说脸书就可以登录了，然后发布当然还是以发布到，例如说脸书为主。好，我们就先来观看一下，例如说如何进入 Tizo 来去制作影片。首先第一件事情呢，我们就先打开 Chrome 浏览器，然后接下来，直接在这个地方输入 www.kizoa.com，然后 Enter，或者是您在这个地方你就输入 kizoa，到这一个画面之后呢，我们接下来当就是打开 Kizoo，点它。稍微等一下，它就打开了它的一个画面，让我们来去做观看。然后接下来它这边这个广告呢，好，我们直接就可以关掉，这样我们就进来了。Kizoa，不过你可能会问说，那怎么样去找到这个 Kizoa 网站呢？我原本我就是打几个关键字，例如说线上的、免费的、做影片，就找到了。好，请你们现在先到这个 www.kizoo.com。